建商 Model Home 单位在售，边户单位直面公园，可坐四方，关键是邻居的价格啊，比这个还高上个十万，不抢 offer， 这里诚意出售。大家好，我是 Sharon， 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正屋单边单位，它的分区明确，各有隐私。现在呢，面对就是您家的公园，正好啊，最近公布了约克区的教育计划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新区新政它的无限可能。正式看房之前，我们一起来讲讲有孩子的家庭都绕不开的教育话题。这里是2023年 New York Region 教育局公布的未来五年新建学校规划和具体配额，一共四所学校，而我们现在所处的 Audrey Mills and Leslie 无人区的划圈部分将是未来 Leslie North Elementary School 的所在地，计划于2028年开设新址，容纳于638名新生入学，预计的投资啊在3000万加币左右，都是买房买零，要买性价比，还要买升值潜力。我真诚的认为 Audrey Mills and Leslie 就是这样一个区域，从最开始的 Richland 到 Richmond Green， 昨天的 Springwater 和即将开盘的 Up East Univille， 已经成功交付的 Red Oak 和以后开发的 Richfield Heights， 无一例外都在这个区域。区域中平均年龄仅35岁，70%以上的居民接受过大学教育，大多从事专业工作，有着更高的收入比。同时，60%的家庭有适龄儿童时，是满足了学校排名中最重要的变量因素：生源优质以及稳定性。而新建的学校规划里已经说明无限可能的未来愿景：年轻社区，房屋很新，3分钟上高速 ，Costco、大统华、星巴克，未来的商业入住全都给您。而面对诺达的 Richmond Green Park， 当山水瀑布与您一同入画，当芳草青青与您相伴左右时，正面对公园边户单位，您会心动吗？何况这里曾是开发商当年的样板间，多处升级，更能体会拎包入住与便捷。如果户型有着名字，我原称它为三代同堂，又各有隐私，尊者为上，居住难防。曾无数次听过客人抱怨3层楼的户型楼梯多，对家中的长者不便，而这里的400尺空间自带套房，面对公园，完全可以做他们的卧室和活动空间。2楼的客厅朝南，开门见绿，窗里有景，挑高的客厅大气舒畅，厨房已做升级。2楼还自带着2个卧室，全套卫浴，要么做孩子的卧室，要么做自己的书房。平时工作累了乏了，来个零食，困了就喝上杯咖啡，别提有多方便了。若不想住2楼卧室，3楼的一整层空间给您做主卧可好？这里有走出式的阳台，有安静的角落书房，这里有建商建好的地下室，这里有拎包入住又有性价比的家，旁边的邻居更少的见面，同样的双车库，同一个街区，不对公园。上周刚刚售出的价格是158.8万加币，这里148万不强可谈，会不会是您的梦中情房？感谢您的收看，谢谢您的喜欢。建商目前还有一些单双车库的独立屋为盘销售单位在售，走出式的独立屋180万起，还有多重优惠，欢迎联系我，有更多的惊喜等待大家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Sharon， 我们下个视频再相会。